开了。好。Hello， 大家。嗨。早午安。早午安。Hello， 俊全。午安。Today is Friday. Wow, really? Yeah.来呀，今天有早餐，耶！因为我今天早上播、中午播的时候，我都还没有吃，我在等就是其他人起床。然后今天王一佳有比较早起床，就是他是早的人，对，就是我难得在家里。对，就是你是在早的时候看到的人，对，你一直都很早起床。然后因为。像是高音卷那些就是比较会中午过后才会起床，或者是中午过后才要吃东西。嗯、Hello， 中午好，各位。没有播音乐。今天。刚刚去拿那个早餐的时候，有感受到外面很冷，但是在我旁边，王一佳穿短袖，然后我穿这样子毛衣，他是不是很想直播？他是，他想要自己装罐罐，真的，哇！谢谢阿成的幸运四叶草，谢谢 Stephen 的缘分相遇。这个月的升血真的变精灵了耶！哎 ，follow 十二点了，耶！哎呦，那我的头贴应该要换精灵啊！我不知道是十二点，没有，我应该知道，但是我忘了。谢谢超哥的缘分相遇，谢谢。大家午安！天哪，我就是等了很久。我想看，这是我的吗？对，这是你的，可以吗？是封面。我想要 AKB48 Team TP 的官方 IG。升血预告。哎、欸、，IG 还没发，还有脸书 ，Sorry。好好，脸书。好可爱呀、啊，大家。这是我的吗？哎、欸，我点什么忘记了？好点省会。对。哎、欸，哦，是还是不一样？哦，对，是这个，是。哇，好湿哦！耶、yeah! ！它怎么如此湿润？可惜不是游侠，游侠是那个、啊、职业不一样啊。这是 cosplay， 精灵游侠 cosplay， 变成精灵。对。Hello， 大家午安，午安，午安！谢谢鱼的掌声鼓励，谢谢花花的一封信，谢谢，午安，谢谢真玉真玉真的缘分相遇。Hello， 云南，午安。云南啊，对不起，欢迎你，精灵游戏 cos 精灵游侠 cos 精灵，谢谢。让小宝的风湿住，那个耳朵是用粘的还是用带的、啊？那个耳朵是天生的，那个耳朵是天生的，就是其他人都是用带的，对，其他人都是用带的，我是天生的，就是。因为就是我们组有个规定，就是不能就随意的被大家就是在人类前面就是展现自己的耳朵，不然的话，因为耳朵是一个就是精灵很明显的一个特征，就是不能那么明显的跟大家说哦，我们就是精灵，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会对异类，对不对？有一点就是很多想法，所以就是我们组就有这种规定，对。那其他人、就是我就是趁这个升血针这个。时候就偷偷的给大家看一下我原本的
原本的就是耳朵这样。嗯嗯，好的好的。有人说好的呢吧、嗯？好的好的。好的吧。对，谢谢志霖哥的挚友包包，谢谢你的风式组。对，你们之前看到的耳朵，对，现在的耳朵，现在的耳朵就是一个就伪装的耳朵这样子。可是我耳朵很小，我耳朵真的很小，而且我们耳朵就是那个也不是我真的耳朵，就是那个深血症，因为那个深血症的耳朵有点白白的、闪亮亮的。嗯，我真是耳朵。哎、欸，跟我可以讲吗？跟我 IG 发的一样、就是、，IG 是发普通耳朵。啊、哦，真的、哦，好棒哦！哎、欸，那但其实真实的是闪亮亮。这可以讲吗？就是分别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是好像说郑时生是闪亮亮的，是郑时生一定要用闪亮亮的耳朵，他不能挑普通。对，我说。为什么让我听不到了？他说就研究生才可以用正常，就是研究生不能用，也不是不能用，就是这样子分的。但大家都比较喜欢闪亮亮耳朵，反正这样普通耳朵。对啊，普通耳朵很可爱耶。为什么要我戴那个闪亮亮？那我就戴那个普，就是我就是拍深写真那一天。除了拍摄那一段时间，就是包括拍摄完跟拍摄前，就是还没有换衣服，跟就是已经拍完，我就是我拍完就马上把它拿下来，我就一直戴那个没有闪亮亮的耳朵，就那这样一整天，对，对，好，算了，我们一边吃早餐一边聊这件事。我今天的早餐是薯饼，好险你自己是精灵，有自备耳朵。对啊，可是他说一定要，他说正式上一定要闪亮亮的耳朵，所以我那个也不是我正式的耳朵。人家是正常的耳朵，然后把耳朵套进去，我是把我的耳朵长出来，然后再把那个闪亮亮的耳朵放进去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个比较有完善的一个设定。Hello， 谢谢志霖哥的提篮盆花，大家午安，心情好好，好复杂。而且很开心，就是有这个，有这个主题耶。我记得我九月的时候是机那个嘛，机车嘛，就是那个叫什么、硬派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就很多人说很适合法法，嗯，对，然后我就说那就很适合法法，就真的是法法的主场这样子，还是工装裤这样，很少看到我们穿裤子。对，然后我就说有一个月也是我的主唱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月啦，太开心了！谢谢吉米周的守护灵，谢谢志霖哥的缘分相遇，谢谢你是原本的耳朵，在请光之灵帮你用闪亮亮的，对吧？对对，谢谢雨南的缘分相遇，谢谢剑骨的油桐花。太有仪式感了，就是瞒很久。对，我是不是很想爆雷？我没有啊，就是不会想爆雷。对啊，这是工作，爆雷就是，对不对？爆雷是不对。但是因为这几个月其实都蛮喜欢的，包括我记得上一次刚好。欸，我跟法法一组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跟法法一组，但是我跟法法同一天拍摄，然后我们看那个就是表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前几个月其实都很开心这样子。嗯，谢谢小眼目的让小宝风式组拍摄
是精灵翅膀要打到成员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就是避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所以拍摄的时候才会把它装上去。其他时间都是穿着圣诞服，然后到处走这样子。嗯，哎，时间就是拍摄时间有点长，然后你就会看到，哎，是看到就是看到有人睡觉，对，然后就很可爱，就是大家就是戴着耳朵睡觉。看到这只主题了，嗯，平常翅膀那么长，我翅膀还好，因为我本身不太敢飞。格子圣诞服也很好看哎，不像之前是全红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好像有我睡觉的画面，但是对，因为那个时候一直不能给你们看。再晚点再发，谢谢正远的世足会员票。Hello， 午安大家，午安中和喵喵，谢谢。Hello， 灯火 ，Hello， 马斯 ，Hello， 半长 ，Hello， 翅膀不是天生的，我翅膀还蛮漂亮的，对，本身的翅膀是蛮漂亮的。对，但是翅膀也不能随意给你们看，然后对，这是一个我的秘密，一本正经的在讲一大堆就是莫名其妙的话。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装了精灵耳朵之后大家都很像，其实大家都很像精灵，嗯，就是都很可爱。我说那个脏话法就是大地精灵，地精地精，我已经讲得很好听了。我说大地，然后感觉就是王一家是那种很会就是当商人的那种商人，卖东西小心你。然后高云爵是风，嗯，但他说他喜欢冰。小晴是什么？睡觉的，每天都在睡觉。你看那个叫什么？预览图，就是那个封面图。就在睡觉。反正那天真的超好玩的，因为结束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带着，然后拍完其他东西我还是在带着，就是可能拍的时候就拆掉，然后带完的时候就又带回去这样。然后后来都拍摄完之后我们就换回正常的衣服嘛，然后我就跟张哈法一直在镜子前，我就说这样子很像，因为我那天刚好穿牛仔裤，就很还蛮像大学生的，然后他也蛮像大学生的，然后我就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就自己在想剧情，我们就说就是现在我跟他是就是两个都是精灵，然后我们是青梅竹马，然后就是然后先绑一个双马尾，说这是我们小时候能拍的照片，然后把双马尾拆掉，然后再绑其他头发，就一直在玩。对，因为刚好老师已经帮我画很可爱的妆了嘛，就是一直头发一直改这样。然后就说，然后换一个就说，哦，这是我们大学之后重新遇到的这样子，然后又拍一张照片。天马行空。我就很兴奋，然后
反正那个时候被拍蛮多东西的，就是大家如果有订阅我们的粉丝团，对，然后你就会收到我的一堆影片，对，我的花絮小影片，什么影片？一堆影片，对，就是一堆精灵的影片，因为大家真的很可爱，不只有我，对，没有，我只有可能小小一个人，但很可爱。而且我那时候我被拍的那个还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就不是穿，就是不是穿正常衣服的，是我还在穿便服的时候在那边，哇，很疯，我很兴奋呢，真的很兴奋，很开心的一天。而且是结束了之后还都也不想，就是把它摘掉。哦，是我了，我点的是肉蛋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是你，我是总会。对，没有，因为你刚刚不是问肉蛋好吃吗？嗯，帮你吃吃。好。上花絮都很闹，很可怕，我不敢看那些影片。之前的花絮影片，这次的主题都很适合小青，这次主题很适合小青，谢谢。肉蛋吐司，一直想要说当精灵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拍这套吗？应该是还没吧。但也有可能已经拍了，只是不够满足。对，不满足，就是我真的是一个贪心的人。这堂课如果有短剧课的话，该找我了。我要当什么？我要当演员。现在。旅游开放才行，最想要去哪里宣传呢？香港啊，就是聚集的地方，怪物吧。嗯。但是工作，嗯，所以宣传，当然是香港啊。最好是整团带去这样子。好哎、欸。嗯，真的真的很想哎。那以前很常看到在动漫展，或者是说一些或者是见面会，因为以前香港也有关店，就是 AKB 的关店、嗯，然后他们会就是在那边办活动，嗯，然后我就看到，但是那个人不多，可能就三四个成员来这样，三个吧之类的，好像都是三个人的配置，但是也有在这来这边开过演唱会，我说香港就蛮想的，对，就可以整团一起去啊。好想，然后很想要拍花絮，就是那种带大家去，就是公司带大家去，不是我带，公司带大家去玩的那种花絮。因为以前我有看 AKB 去，可能美国。你要喝吗？好胚芽哦。嗯。什么是胚？就是麦。对，类似。感受就是小小的，哎呀，嗯，谢谢咖喱的缘分相遇。哦，我以为是麦芽，我误会他了。然后，所以我才说会不会是一瓶而已？其实它不是有那种玻璃瓶的麦芽牛奶吗？就是传统早餐店。想要真的变成精灵才能啊！我很想要那个，就是有机会，就是在绿幕上面拍。然后把我真的变成一个精灵。好了，算了。谢谢黑杰克的礼物，谢谢。谢谢志玲的氏族会员票，谢谢爱你会员票。上次是品涵 Mina 去香港的玩，对，没错。谢谢志玲的风氏族，谢谢。会不会都跑一些奇怪的地方？不会啊，奇怪地方没有，例如什么地方？你说来听听。哪里奇怪？公园。那是嘉义的行程吧？嗯，楼下公园这样。我家就蛮奇怪的、啊，因为我家就很不适应。谢谢中营的油桐花。
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梦境，就是我一直记得有个梦境很深刻，就是什么练三周年的时候，然后背很多那个走位，然后我梦到就是我带所有的成员，不是带所有的成员，就是我梦到我在香港家的楼下，然后遇到张雨玲，然后他们说就是走位一直改，我们要练舞，不然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一堆人冲到我家的客厅练舞，但是我家客厅超小，就是我家很，我肚子也在叫哎，会消化消化，就是对，然后又人很。就是很挤，但是人还是很多，这样人很多上来，然后就这样醒过来，就是应该有点害怕什么什么，就是走位跟练舞什么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记得有一个这个梦境，然后还梦到那个梦境，其实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张雨玲住在我对面，然后她忘记带钥匙。好，所以他来我家练舞。问号，谢谢潘朵拉的行李箱。那你们很认真的，对，你也在啊，我也在，宿舍的人都在。那我们很认真。没有，重点是我家根本没有那么大，我家没办法练舞哎。谢谢。因为那时候很像很急什么的，就是很怕。来不及练什么什么的，妈妈应该很高兴，来看情况，她应该不会想要邀请他们来家里，她可能会请大家出去，就是可能小吃个东西，但是她应该不会想要大家来家里，因为真的塞不下，我家真的很小。梦里什么都会实现，这梦也是蛮有细节，就是如果我记得的话。就是梦都是，我就会很详细的记得，就是应该是说我会讲的很详细。对，谢谢 Team 的热气球，我觉得还好。嗯，就是普通人能想象到的味道。嗯，就是肉好重，对，肉的味道就是肉在吃肉的味道很重。嗯，最近有梦到什么有趣的梦吗？我跟你分享吗？最近。没有，就是我跟你最近陪分享梦的。没有，那没有，有点忘了。我今天有做梦，但是我忘了，好像是做什么，然后没有做到。对，废话。在想什么？对啊，就是很模糊，很模糊。就是如果有记得的话，就是一整个都会记得。但有时候就是。虽然很有趣，但我就是应该是说，你醒来的那一刻有没有要记得？嗯，就是你如果你回去就是回想一半一圈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就会记得。但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，就忘记。就算你觉得这个梦很深刻，但你没有做这个行为，你就会忘记。谢谢潘朵拉的行李箱，怎么样？大家最近最近大家有梦到什么有趣的梦境吗？欸、而且我从来没有梦过，我一直来以来就是都会梦到身边的人，但我不太会梦到，就是，但也不认识的人也不会记得。嗯，但我没有梦到过，就是例如说明星什么之类的。啊，有，我有梦到过一次早安，然后就说刚好在后台看到，然后他们穿黑色的，就是有点像小礼服的那种大哥服。然后我就很想跟他们讲话，可是他们感觉就要走了，就是，然后我就很着急，对，一次，但后来就没有梦过了。去活动睡过头，哎、欸，我蛮常梦到睡过头的，那是因为你害怕，就是你着急，嗯。最近只有梦过雨林，梦到成员也算梦到明星，可是在我心目中，就是成员不是我的，就是他比较像是朋友，对，就是那个位置，就位置嘛，我该怎么讲，就是那个身份。嗯，我昨天要睡觉的时候，突然看到 YouTube，
就推荐一个佐藤优树跟小田英的合集，然后是那种走心类的，然后不小心按进去看了两秒，好不小心哦，对对，就是想说哎在讲，因为他标题就是写一句就是那种他讲过的话的那种感觉，问题是什么，好像按赞了，我说按赞哦，对，就是小田英讲过的一句话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那个封面就写 Masako 的关系，对，就是，然后我就按进去，你看我看了一点点，然后我就觉得好抽象啊，我不看了，然后觉得我会哭，所以我就，因为那时候一定要睡觉，我就说不看了，不看了，真的是九一九就会突然，就是。很走心，走不出来，我走不出来毕业潮这件事。谢谢伟的风氏族。谢谢半讲爱你会员票。可是我很常梦到是那个哎、欸，我起来了。就是、我起床了，然后后来我还没有起床，对，然后就睡过头了，也没有啊，不至于。我起床了，然后开始做，搞不好不是睡，不是梦哎、欸，搞不好是一个，啊，那就是梦，就是我想这样子做，就在脑袋想事情。这就是赖床吧，单纯的。我已经起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午安。那最近都很不想起来啊，因为外面很冷，被窝很暖。我睡觉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很冷，不太睡得着。但是起床的时候就觉得哦，全身都很暖。梦到什么我是不记得了，今天早上睡过头倒是真的。清醒梦的经验吗？什么是清醒梦？我一直流鼻水。什么是清醒梦？对啊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一天到晚在打喷嚏，就是一直在打喷嚏，就是。很逼着你养，谢谢谢谢大红玫瑰，这是我的阳光红包，还养得很好睡，冬天都不想起床，真的知道自己已经在做梦哦，很长啊，我通常大部分做到后面，就是如果记得的梦，大部分后面都会知道自己在做梦，因为我而且我很长，也没有到很长。但我有经历过蛮多次的梦中梦，就是换个，也不算是鬼压，但是就是你知道你在做梦，然后你想要醒来，但你醒不来，对，就是那种很漫长这样子的。对啊，过敏。我最近我晚上一直在查怎么。让鼻子通，就是不要鼻塞的睡觉，因为我两边都吸不到。有找到吗？然后就是，我试了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，他说你把你的嘴巴，因为一直用嘴巴呼吸嘛，然后所以很不舒服。然后就说你就不要用嘴巴呼吸，然后到某个点，他鼻子就会自己通了，因为你一定要呼吸，然后就变成。我觉得这是超级危险，就是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实验，就是，然后你鼻塞嘛，你就吸不到氧气，氧气不够，然后你就是缺氧，然后的确，然后你就越吸越大，然后它就会越来越痛，因为你一定要吸到氧气，恐怖啊！然后我想说太痛苦了，然后就试下一个，他说，
你的身体绝对不会就是闷死你自己，所以它会让你，它会让鼻子通，但是就是一个很可怕、很辛苦的实验。然后等他回来，我跟他分享第二个。嗯，还有人说就是扯这里，然后再拉，不是，这只手扯这里，然后拉这里，然后会好一点。可是我觉得没有效。哦，还有一个就是按鼻翼，这个不知道什么穴，按这里。啊？真的，我没效哎，还是我按的不对？然后还有一个，我是觉得真的有效，但是它是一个很短，就是很短效而已。就是你先憋气，然后按住你的鼻子，然后按到差不多，就是可能你需要吸气的时候再把它放开，然后整个鼻子就通了。但是很短，可能维持一点点，就是没有，也没有到马上，但是基本上就是就会塞回去这样。听说腋下夹宝特瓶也可以让那车的车知道，你要这样子睡觉吗？哎，哪来的宝特瓶？嗯，但我觉得就是还有人说运动，因为我觉得运动是一定痛的，因为我也是长期鼻塞者，但是在跳舞跟运动的时候呢，鼻子会痛，可能是因为热吧，有那种暖暖的，然后刺激到鼻子这样，然后对，但是如果你睡前做运动的话，很容易就是太亢奋，然后睡不着哎。天方都不实在，戴口罩。可是戴口罩我也不行，而且我最近就是因为，可能我还是受不了，我就是真的还是受不了用鼻子那么少的氧气，然后因为很难，两个通常我可能夏天或春天的话，我就比较多，大不了就是一个鼻子通，那至少你呼吸是就是顺畅的，但是因为现在两边都不通的话，就不太顺畅，然后。就是很不舒服，所以我只好用嘴巴呼吸。可是用嘴巴呼吸也是蛮不舒服的，就是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，就是你不习惯，就不应该用嘴巴呼吸嘛。然后我最近就是可能这样子好几个晚上了，就是都是不通的，然后我的喉咙就开始痛了，就是太干吧。然后，对啊，怎么办？喉咙开始痛了，该不会是其他？倒立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就是首先你要倒立，倒立会不会比鼻塞更痛苦？倒立是怎样？但搞不好喝热水有用耶，下次试试看。所以会用嘴巴呼吸，对啊，但是就是很干，喉咙会很干。喝热水多少有用，就跟倒立一样，倒立多少有用，大概会吧。因为我之前有想过，就是喝。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，虽然过敏没有那么严重，但是就是喝热水，然后就让那个很冷的时候，然后喝热水，然后就是你倒了热水之后，不是有那个水蒸气，那个热的雾气，就是往上飘嘛，然后就用鼻子去感受那个雾气，感觉就会比较舒服。可以把整头垫高点，有我有试过，但是因为没用，所以就算了。而且因为太高不舒服，就是睡不舒服，所以也没有这样子做。谢谢俊生的掌声鼓励。冬天用嘴巴呼吸容易口干燥，对啊，而且我已经变成就是有点喉咙痛了，太干了，好恐怖。但我最近都有泡脚在睡，
真的很舒服，非常推荐大家，就是冬天就是泡个脚再去睡。然后我甚至最近，因为我以前就是很不喜欢吃药，但我这几天真的是蛮想要去买个什么鼻塞药，有用吗？我不知道。以前妈妈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东西，但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，就是它是一个管，一个管，然后这样这么大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塞在鼻子里面，然后你就吸，然后就会凉凉的。谢谢红包，谢谢眷生。我每次都卡在那个，我觉得自从换了浪 life 的那个图标之后，我都抢不到红包。丝丝鼻炎胶囊，那是吃进去的是吗？胶囊。阿力最近有用喷鼻，对啊，可是我不是喷鼻，我那时候是那个是吸的，曼秀雷敦的。对吧？很难对准。谢谢小峰的缘分相遇，谢谢。搞到我现在都没有在用鼻子呼吸。台湾有卖，真的、哦，思思是口服的，好，我会去看看。买海水喷雾，耶，我也在用这个，是长期过敏，没有对准问题，没有对准问题，很敢吃中药吗？鼻子过敏都去看中药，很有效。谢谢鱼的幸运四叶草。我是一个很懒得去看医生的人，所以，我不知道像是在香港的时候，我也是很常，应该是说我们家还蛮常买成药，直接买成药，对，吃。中药比较少，但是因为我们也会喝凉茶，就是对一些中药，对，就是那种不是说真的去看中药。就是喝一些凉茶，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就是基本上生病的时候，除非发烧或者是很严重的病，就会去看。但就是像这种鼻塞啊，就是过敏什么的，发炎、鼻炎什么的，就会去直接吃成药。因为我们家也是，大家都是也没有打架，就是妈妈跟哥哥都有那个。过敏，看病真的很方便。对啊，的确，就是看有没有要走出门，走到那个诊所，然后走进去，然后拿健保卡给他，然后跟他说我要挂号，不要给他钱。我觉得我自从看牙医之后，我对医生这个东西没那么抗拒，就觉得还行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繁复。毕竟我也长大了嘛。谢谢小阿光的一封信。啊！不要吃。他只有一个吗？哦，他只有一个，所以要点两个。是吗？他不是要买一送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买两百送这个。但我还没吃完，我觉得这个还好。给大家看看我的吐司，不觉得看了就有点好像还好，还是因为它没有烤，就是我把它拿去烤，然后烤到那个面包脆脆的会比较好。爸爸没有过敏性鼻炎，没有，但是精灵要百来年才会真的长大。对，我现在才对秘密，我现在才还小。对
刚刚就是我来台湾的时候有学校，不行不行不行啊！你咬了，你咬什么？你为什么可以咬它？哦，这是我蛋。那个有那个像那个猫咪。他舔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咬到，我刚刚阻止他了。我看他讲什么，不能，他不能吃那些东西。他想要听，学校长好大，你说他吗？对啊，能吃的，对啊，他们的哦，有啊，张爸爸会特意的煮东西给他吃，例如说一些可以他可以吃的肉，跟他可以吃的面条，跟他可以吃的，我不知道。我要讲什么？哦。哦，对，就是我刚来的时候，学校的人有推荐我两个 app， 然后一个是台北等公车，对，好像只有一个 app， 对不起，台北等公车跟那个邮局的 app， 对，然后刚刚那个台北等公车就是跟我说，就是新北叶丹城的消息，大家有去过新北叶丹城吗？今年？今年我们还没有去耶，台北的公车很好用，对啊，可是最近已经很少，没有在坐公车，嗯，很长，就是很长，就是坐捷运，所以都没有在坐公车。只有你们表演的时候去过一次，其实我。第一年来的时候也有去，就是也是跟宿舍大家一起去，然后就是可能因为人真的很多，然后以前有空的时候都是周末就人就很多，但平日也要看时间，就是平日也要看有没有时间去。我还以为都是 Uber 了，是没有 Uber 也太贵。今年好像蛮漂亮的，谢谢朱里恩的油桐花，谢谢。因为我很久没有去，是板桥吧？他在干嘛？他在玩你的耳机了。对，今年评价不错的。今年一定特别挤，而且现在不是不用戴口罩吗？虽然大家我看起来大家还是有在戴，就是一个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。我今天下去的时候，因为想说只是拿一下外送，所以我没有戴口罩，因为反正下面也不用戴，不是吗？就是现在出门不用戴嘛。然后王一佳就说：“哦，你没有戴口罩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对啊，我是已经还好，我是觉得就是我出门还是会戴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习惯跟就是反正戴戴拖拖有点麻烦，对。但是就是例如说有时候去散步，我昨天也是跟高颖娟去散步，然后我们去公园的时候就很想要脱口罩。就是很舒服哎，就是去散步，然后可以脱口罩的散步，很舒服。其他就还是会戴着，是因为就是习惯了。
他咬我。昨天的下午茶感觉不错，吃。我昨天呢，就跟他，就跟高云爵，就是拍了点东西，对，但不是，就是没有要发的那种，就是有啦，其实有发，对，有未来会发，然后，但就是去散步这样，然后呢，经过了一个图书馆。它的外面呢刚好有办书展，然后书展呢就有在卖书，对，就是卖特价，就是当然也有就是正常的，但也有特价区，然后它就是很便宜，它就是一本99。为什么在那边闹？不要玩我的耳机。干嘛？他好兴奋。放嘴！救命！好臭！好痛！对，然后他直接指甲长好快，我们前几天才刚剪，也没有前几天，一个礼拜前吧。咬什么？咬什么？你为什么可以一直咬人？你为什么一直搞 rap？ 怎么办？好没有气势。你看我的视讯荧幕，王一佳在上课。我现在 under the sea， under the sea。他想走，我不让他走。他对你的，他对你，对他来说，那个耳机在掉来掉去，就是很吸引人，让他心痒痒。宿舍这谁最管得动狮子？啊，妈妈。高人觉得就是我要继续讲了。然后那个书展呢，他就有卖特价的书，就是对，然后很大，就是一大个范围都是卖书，然后一本才99元，然后三本是199，然后我们算了一下，就是大概是一本的话大概是60多块钱，很便宜耶。然后我们就开始逛那个书展，然后我们就一起买了三本，然后后来我们就说，哎，要不要去咖啡厅、咖啡店、咖啡厅？然后我们就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厅，之后，然后高文学就开始看书了。天哪，他超文青的。但因为我后面还有事情，所以我后面还要上课，就看那个上课的东西，就是对，然后。然后我们就是去了一家店，然后点了拿铁，拿铁也是咖啡嘛，拿铁是咖啡的，咖啡的那种拿铁，对，就是一边看一边喝，然后还就是还有那个甜点这样子。但原本早餐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麦当劳的早餐，所以我们点了麦当劳的早餐来吃，然后。因为我们赶着出门，其实就是才吃了一点点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说其实也可以回家吃，但是回家吃，可是不觉得就是有一种很想要去咖啡店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就早上去走了一下之后，就发现就是时间还蛮就是还剩蛮多的，所以就是到处走走这样。咖啡加牛奶就是拿铁，对啊，但有些是。茶加牛奶也叫拿铁，反正就是咖啡的那类型。Hello， 盖美包。
而且还不用回家自己收拾。是的，真的呢。他一直在出爪，他到底想抓什么？不是那个 Wednesday 的小手。最近我们在看 Wednesday， 可是你看到多久？你看到前面了，可能七分钟看完一，哎，为什么你这边破掉了？是他吗？不是，是穿久了，笑死，很性感。你那个时候有跟我们一起看吗？你是不是只看了第二集啊？二三集。哦，我看到第五六，然后我就去睡了。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在看，那你也快看完了，因为我以为他还在出。对，结果他好像到第八集，可是他一集一个小时，对，他开第，我忘记开第六集还是第七集的时候，已经三点了。我们基本上是从十二点开始看的，对，然后已经三点了，我想说好，而且那天忘记是什么，蛮想睡觉的，然后我就是受不了，我就去睡了。结果，然后因为我五六点的时候好像有醒来一下，我看外面的灯还是亮的，我以为就是他们忘记关灯，然后后来我又再醒一次之后，就是灯关掉了，就想说哦。他们是五六点才睡，他们就是把那一天从第二集，因为第一二集呢，就是在其他时间我们三个人一起看，然后王一讲没有，你是第三集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哦，第二集，对对，然后我们是一起看的，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他是从第三集还是第四集开始，他走了。然后对，然后他们就那他们一整天就是把所有的看完。哎，你们两个现在配色好像哦。我只是想把他的那个名字。对，我来。好嘞。谢谢 Rap 的浪小宝风狮子。不让他去打扰。王一家，好痛！啊啊啊！好痛！看镜头 ，say hi， 跟他 say hi。谢谢安夏卡，夏卡拉卡的冰晶，夏卡拉卡。而且我觉得养了猫咪之后，大家的讲话的语气变可爱很多，就在这边会一直。就会说，狮子来，喂。他想说，到底是我是没有讲啦，我是高，就是没有到。狮子听觉得超吵，也是没有了。狮子，哦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是我，对，是他。然后高一杰是叫弟弟吗？狮子，对，他是叫弟弟，爱你哦，狮子。嗯，好可爱。哦，我张浩凡也是。哦，这个猫咪怎么那么可爱？好像没有。他说：“哦，猫咪，这样之类的。”还好，还活着一个正常人，是我没错，是我本人没错。但我觉得他越乖，我就越喜欢他；他越不乖，我就越不喜欢他。他在吃垃圾。看到毛孩都会高八度音。再过两年他就会很乖了。对，他才几个月而已，正常的。而且我们那天在散步的时候，看到很多大狗狗，大狗狗也很可爱。
很希望就是有朋友哦，谢谢谢谢告白气球。我很希望有就是朋友养大狗狗，就是那种很大很多毛的那种，但感觉那种就是也要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家里很大才比较好养是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大家都在养小狗狗啊。我就最近看猫咪看太多了，然后就很想要就是见一下狗，但看起来王一家完全就是猫派。没有，欸，你对狗有兴趣吗？都可以。有啊，真的。但要看哪种狗，吉娃娃就没有。我也是。吉娃娃跟我对小狗比较没有什么兴趣，我比较喜欢大的。嗯，可爱的就可以。博美啊，但博美很吵，但我真的很喜欢博美，就是很可爱。博美就很可爱啊，有种张雨林的感觉。啊，拉布拉多，我喜欢毛多的。但是就是真的是前提是好啊，但前提是就前提是不是我在养，对，所有的前提都是我不是我在养这样。马尔济斯，马尔济斯也蛮可爱的，越小就越可爱。可是就是别人会照顾嘛，但是我自己养的话，就是感觉我不太会照顾，所以我不太会养宠物。对，这可爱的狗咩？先养活自己，对啊，但我暂时真的是没什么看到养狗的朋友。对，我其实以前有养过狗哦，两岁前，就是家里有养过一只大白狗，然后它叫什么？芭比，芭比啊，它叫波比，对，它叫波比，然后它有一只宝宝。他有一只宝宝，他的宝宝叫芭比，这样有，对，有照片，没有记忆，对，大白狗，超白，很可爱。芭比、包比、波比跟芭比，然后就没有养过宠物了，对啊。我对狗狗还是蛮有兴趣的，就是我觉得狗就是很会很想要亲近你，猫咪就是有一种，对，不是，猫咪就是爱理不理，就是除非狗狗太过热情，就是会让你觉得太多了。但猫咪就是你分不清楚它到底在干嘛，虽然都是我在弄它。我就很爱欺负它。哭的时候猫咪都没有反应，但是狗是会很慌，一直来蹭，好可爱哦。但是猫咪颜值比较高。人家是欺负它吗？是，很好。就是高圆圆超喜欢看它炸猫。啊，它，你弄它，它会咬我。就是会惹他生气，
他说为什么他就是不能惹他生气啊，一天到晚惹我们生气。炸毛仔好可爱啊，干嘛生闷气啊？解读一下，你说猫咪不能接受你把手放在它的上面，它会想自己的手在上面。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、啊？它不想被碰到，对不对？喜欢捏他的指甲出来，不服他的屁股吗？不服，因为我在欺负他。他这样应该超辛苦。爱你呀、哦，我也是。爱你。感觉今天比较乖，没有，他最近都很乖的。欺负完才说爱你，不是，我是说他爱他，我爱他。对，我是说狮子爱你哦，爱王一家哦。对，我没有说爱他，是爱我，爱你哟。哈哈，失败。我最喜欢看他。跳上来的时候跳失败，我跟你们说有一个很好笑的，就是昨天就是王一嘉抱着狮子，然后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拍狮子，就是他就会开始录影，他就开始录影狮子，然后那时候我在尖叫，因为我就坐在这里，然后就看不到他在那边，他就抱着那边，他就这样子，他就抱着他这样子录影，我真的是看不到他在录，然后就哇，怎么的，我就开始唱歌，那种爆高音的那种唱歌，但是不是好听的那种，就是那种乱叫的那种，然后我就耶。然后就站起来，然后就看到他拿了手机，我说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不说你在录音？他说只好请你放影片，可是我在唱什么？我唱的是可以听的吗？不行，对，好，不行，我唱的是不能听的歌，不堪入耳，是吗？不堪入耳。对，我们在唱巴丹的歌，不能跟大家讲。巴丹，我们在唱巴丹主打曲。哎，刚刚我直播，然后要化妆。王一嘉突然就拿化妆品说：“我要化什么？要直播吗？”你更想听的，就可以再等两年吧，差不多一年了，现在已经12月了，1年或2年这样，一年半之类的，搞不好明年一个月出一单。有没有可能？好我跟大家预告，明年的1月就会出7单，2月就出8单，3月就出9单。7单是1月的早恋，然后8单是2月早恋，3月的早恋。1月的早恋，2月的早恋，3月的早恋，4月的早恋，出道11。
十一月那年那一年会出专辑，对对，脚链，专辑收录所有月份的脚链，也都设计好。那我们去录音就只要录、啊、重录那一句就好了。五月、三月、四月 ，Let's on Bing Time。一月的脚链，二月的脚链，三月的脚链，四月的脚链，五月的脚链，六月的脚链，越来越低。明年会出拉布拉多拉布拉多鲁法拉布拉多鲁法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然后那如果是猫派的人怎么办？上不了选拔，掉选拔，戒掉。拉布拉多马尔济斯鲁法，拉布拉多吉娃娃，什么意思？拉布拉多三花猫 river， 噔噔噔噔噔，吉娃娃怎么样？拉布拉多鲁，吉娃娃三花猫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拉布拉多鲁，吉娃娃马尔济斯，他喜欢这个毛毯，因为冷的。帮你盖被被，我真的是呼吸不了。嗯，好可爱。吉娃娃之歌，吉吉娃娃，吉娃娃。我一直会想起泥娃娃之歌，你有听过吗？泥娃娃，没有。泥娃娃，泥娃娃，什么哒哒哒哒哒哒的歌？哎，怎么他没有？他没有怎么？他没有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一个童谣。泥娃娃就是以前会听很多很多类型的儿童歌，对。他在呼噜，然后有一次就是去云爵家，然后他侄子在放那种，因为他侄子很小婴儿，然后就是在放一些就是婴儿的，就是儿歌，然后我全部都会唱，也没有到全部，大部分都会唱，很厉害，儿歌达人，恐怖童谣，一只眼睛。一个小朋友，为了自由，一两个小朋友，哒哒哒。谢谢伯承的《汤雅的荷鲁斯之梦》。对，我超爱他侄子，他侄子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因为那个时候狮子已经来，就是我已经认识狮子了，好像人一样。然后。我就觉得他侄子比狮子可爱多了，其实都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生物，但他侄子真的很可爱，好喜欢。谢谢伯承的油桶花，好喜欢婴儿，但前提也是别人的婴儿，不要自己养，对，就是现在就是。不用，就是你可能只会看到他可爱的一面，就是可控制的一面，就大不了你今天觉得啊受不了，或是说啊好像不太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教会他的主人就好了，就是要对，就是你只看到他好的一面，就跟猫咪也是啊，就是为什么就是如果今天狮子是别人的，就是我可能啊也不一定，因为狮子很闹，所以我可能也不是得到。真的到就是会一直找猫咪玩，就是我比较喜欢跟人玩啊，其实。你的破头。对，然后就是，例如说有个，
朋友他有养猫咪或是小狗，然后但是虽然我去了他家，但是我不会真的是去叫什么摸撸猫，对，撸猫，就是我也不会特别，就是可能会玩一下下，但是就是还好，就是我对动物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，是喜欢，但是也没有到热爱。是的，这是塔塔，好可爱哦！你的那个榻榻米什么时候拿出来？不知道，你要放哪里啊？超小。猫咪是否该有一个窝呢？它是需要有窝吗？它跟我共用一个窝，我知道。它应该跟我共用。它昨天就是突然跑进来，我说跑进来干嘛？然后说不是，就是因为我的门都不开嘛。嗯、然后它又跑进去，然后出门的时候，然后我一直找不到它在哪里，然后结果在房间。对。你也跑进去之后，我就要只好打开门等它自己出去。天地为家，他就是出门的时候会很乖，因为他不熟悉。天地以猫为家，好笑。Stay， 等等等等，飞柔柔睡，飞柔。猫咪睡觉需要一个窝，这样子休息才比较深沉的样子哦。好吧。Hello， 大家。我觉得它很冷嘞、欸。我觉得猫咪是冷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一直在打喷嚏，是吗？虽然也没有到一直，但感觉它冷。剪刀手，猫咪会自己找暖的地方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就放了很多毯子在各种地方，就让它知道哪里是暖和的地方。这里，这里。先开会咯，拜拜。谢谢半奖的下午茶儿，下午茶儿，茶儿茶儿茶儿。今天星期五了，各位。今天是啊，昨天。为什么你可以一边上课一边录？他好兴奋，我说王一佳，这是王一佳。昨天是 AKB48 的周年十七十八十几十七十八十七十七周年。然后还有就是诶，是昨天吗？昨天我在看直播吗？不是，是前天。很像有以前的，我有看他的生日直播，然后就把他当背景音，就是在听他讲话。但听了大概，因为已经很晚了，听了大概
十分钟之后，对，前天吧，前天的凌晨，多可爱，十分钟之后他就结束了，然后但是我没有发现他结束，然后就听到就是突然开始播音乐，因为就自动播放，然后说哎结束了，然后看一下时间，哇，已经十二点多，没有十一点多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对十一点半吧。他好爱哦，你好爱他哦。Hello， 今天我的早餐都吃不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吃不完的问题？结束之后再吃。我要来要吃这个蛋，这是什么？玉米蛋。玉米蛋。玉米蛋。现在开始认真吃十分钟，不要。而且因为我还在我在矫正牙齿，然后就是现在在过程，然后它就是有一点，就是它还在调整我的牙齿，所以现在在一个中途嘛，然后有些地方就是还在旋转，所以就是还在旋转的怎么样，还在矫正，然后就是现在在一个就是稍微咬合不太准确的位置上，因为还在一个过程，然后呢，我讲话就很漏风。我最近讲话都很不清楚，会痛痛的吗？偶尔，紧紧的，对。当中餐吃了，可是原本买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午，所以其实就是早午餐。不至于，还是哦，这也是。如果听不懂的话就蛮糟糕，可是就是有时候讲话就会觉得啊，咬不到的那种感觉，对，稍微，这时候都会超瘦，不一定吧，不一定会变瘦。矫正只是把你的那个牙齿回到正确的地方，是吗？也不是正确的地方，比较整齐的位置。就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整齐之后就是回到正常，就是整齐的位置，可能就是也没有比较瘦，对，也不是为了瘦了。他长了一颗痘痘在这，好像痣。电脑要开始起飞了。我朋友最瘦是戴矫正器的时候，后来就因为要戴很久，然后就不能随便吃东西，就是你吃的时候要把牙套摘下来，所以就是有些人会懒得吃，但是我很愿意把它摘下来吃东西，因为很饿。我昨天也是，就是半夜，没有，我半夜了，十二点差不多的时候，突然又觉得很饿。我觉得是因为最近我们就是都蛮晚吃晚餐的，例如说9点10点，又或者是说就是很晚回到家，可能11点才再吃一餐这样子。然后好像是说的肚子胃可能已经习惯了那个时间，可能会有食物的，就是吃进去，所以就是他就开始肚子饿。
因为都用卫生纸包起来，很愿意，饿了就要吃。对，然后就是后来我还是没有吃，因为已经很晚了，本来就快要睡觉了。其实这种时候就是可以考虑运动一下，运动的时候不会就是就不会饿，就突然觉得好像有满足到，或者是喝水。等等要报告加油，离开一下。那么晚才吃晚餐，那就没有宵夜啊！宵夜几点吃？那就是宵夜啦。我最近有一种很想吃肉的感觉，就是对，但我现在缺少的是蔬菜。我也觉得最近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睡得不好，然后所以才一直长痘痘，所以就要补充那个维生素，是好像要吃蔬菜。其实我们吃蛮少蔬菜，我不知道你有在吃蔬菜吗？偏少。我上一次在吃很多蔬菜的时候是张发发的那一顿。那一顿？张发发煮的那一顿。对，好吃，真的。然后后面就是都在吃早餐，不觉得吗？但我很想吃肉哎，就我们不是说要聚餐吗？是。星期日，那种是。圣诞节很想要吃圣诞大餐，为什么我每次都在想着吃吃吃，一直在吃一直在吃？可是吃的时候很幸福，各位，就是其他时间加油一点。但就是想吃的时候就吃，这样这种感觉很正常啊，很正常。有一天我看到林逸云就是下课，但是他要就是我们在公司见面，然后他看起来就很累，就很想睡觉，然后就说你吃晚餐了吗？然后他说他还没有吃。说那我们要不要来想，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吃？这样要不要来想吃什么？他说好。然后他看起来很累，然后就说你会不会到时候就会想睡觉，然后就不想吃，就有可能会讲嘛，好累哦，先回家休息这样。然后他就说不会，他说不会，他说不会耶，是那种很理所当然的那种，不会耶。他说说的也是。Here'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.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, but you're not. 你正在吃麻辣火锅，感觉很棒。Of everything we've been through.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. 我们有要交换礼物吗？想啦。其实今年不知道哎。其实之前有讲过，就想要跟Sakura他们一起交换礼物，但因为前一阵子我们甚至还说要去露营，因为我们已经去吃过，我们已经烤过一次肉了，就是我们的愿望清单就是烤过一次肉了。然后本来说要去露营，可是因为大家确诊，所以没有录到，没有录音到。然后交换礼物的话，再看一看时间。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时间，感觉最近也是偏忙了，大家。你们可以办一个交换礼物。冬天不太适合露营，其实也还好。我很憧憬那种拿着一个露营灯，对。年底了嘛，工作会比较多。年底工作会比较多嘛，希望就是一年里面
每天工每个月工作太多。而且今年我们有跨年，各位，我们这今年会在那个嘉义跨年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冲到嘉义，希望那天天气好哎。我最近我好像有参加跨年的活动，就例如说跨年的舞台也好，又或者是自己去跨年也好，都下雨。我记得我第一年就是也没有跨年，然后就是在台北过，然后就是去了一个小巷子看101的烟火，可是那天下雨，特别是快要12点的时候下超大的雨，也没有超，就是那种细雨，就不是那种啪嗒啪嗒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很细但是很密的那种雨，然后就很不舒服。然后放烟火的时候，就是因为雨嘛，然后就是天气很不好，就觉得很可惜。谢谢阿纯的带你去流浪，谢谢。但是呢，就是如果是有跨年表演的话，都在下雨，就是没有大雨了，但是就是小雨。第一次是什么？第一次是宜兰也有下一点点小雨，然后一次是DD52的。就是跟萧敬腾一起的那一次也是小飘雨，然后很冷这样。就是我在台北，应该是说在台湾过的跨年大部分都在下雨。哦，还有一年是前一天，就是跨年前一天，我在淡水，就是晚上在淡水，就是我在干嘛不知道，跟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就是刚好逛到晚上，然后那天也下雨，然后第二天也下雨，就是每天都在下雨这样。中南部的天气应该不会下雨，是哦，所以大部分都是北部在下雨是吗？谢谢浪客的火焰足球，谢谢浪客1828，谢谢。然后后来就变成说，如果跨年或者是那附近有活动的话，我们都会就是结束活动之后一起走去，就是一起就是去那个陈夏家，然后看电视。昨天台北下雨，我去台中是大太阳，就是可能分区吧。那天花展也是啊，那个菊展，就是刚好一边就是这边是阴天，就是乌云的地方在下雨，那没有乌云的地方没有在下，就是那种叫什么积雨云，就是右边没有在下，然后左边在下，很像 Minecraft。一边乌云一边大太阳，也没有大太阳，就是刚好就是那一片云没有盖到的地方，但它下一下就结束了。我很开心，至少没有维持很久，不然的话我们都没有带伞。我这里有晴天娃娃需要吗？啊，你是小太阳不需要。过云雨，接下来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，就是至少表演的那一刻那一段时间完全没有下雨，然后而且天气是很好的那一种。我不知道底下会不会觉得热哎，但我觉得还蛮热的，就是有小晴在，只会下小雨，没有小晴就下暴雨。不会啦，不会。昨天也下很大的雨啊，是昨天吗？前天下蛮大的雨的晚上，但我没有带伞，我就这样跑回来。底下很热，对吧？而且感觉你们会很嗨，所以就很热。越热情，底下就越热。啊，希望我们在跨年的时候，大家也就是
一起把这个冬天暖和起来，互相取暖。非常热啊，看到你当然很快乐，因为座位有搭帐篷啊，我们也有遮挡的地方啊。对，但是就是还是蛮热的。哎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被挡到吗？我们有挡到，我们不是露天吧？我们好像不是，我们是露天吗？有点忘了。马友是鱼女，还好吧？还好吧？但我是真的觉得我是情女，就是莫名的自信，特别是这两三年，就是很感受到，就是很感受到，就是自己出门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晴天的部分。虽然真的是巧合，一定是巧合，可是就是有一种让我有一种莫名的自信。这些巧合让我有一种莫名的自信。哦，原本是露天，但是因为怕下雨，所以座位区有搭帐篷。对，因为前一天就是下蛮大雨，然后就是我们有看那个照片，就是拍了一下那个场地的照片给我们看，那个舞台，然后就有点积水，因为下雨，我就想说哦，可能会有点滑，但结果完全没有，就是非常天气非常好这样子。前天还在担心天气，哎，可是我没有在担心天气，我是觉得应该不会暴雨，就是小雨的话还好，我觉得不会，感觉不会暴雨，就是不会暴雨的话，就是正常演出。小琴念 catchphrase 的时候下大雨怎么办？因为小琴的 catchphrase 是晴天预报时间，所以就是基本上是预设完全一定是晴天。就算下大雨，在这边也是晴天。在你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整个空间就是晴天，所以跟下雨没有关系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直播好像差不多差到这边了。谢谢你们跟我聊了一个半小时，念一下今天的排行榜，谢谢。Loading， 第十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，谢谢。第九名是柯基鱼，谢谢谢谢鱼。第八名是潘朵拉，谢谢潘朵拉。第七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。第六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第五名是鸡尾包，多谢鸡尾包耶。第四名是中银，谢谢中银。第三名是信维，谢谢信维。第二名是 Ting， 谢谢 Ting。 然后第一名是阿成，谢谢阿成耶、yeah ！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。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发了那个深写真的预告，对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一次的深写真，因为深写真这一次的主题呢是我非常喜欢，非常我会 po 超多超多超多照片的。一次，对，应该会吧，每天都 po， 每天都 po， 对，还请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多多购买，指定刘小琴这样。小琴也有跳抖音的 Believer， 对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Circle Jam 的活动，所以还请大家多多帮我按赞，就是各种影片，我现在还有在就是投稿影片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持续关注。或者是去我的 IG 看我的就是那个个人档案的那个 link， 然后就可以直接跳到那个抖音的那个 TikTok 的画面页面，然后就可以多按赞，然后也可以传就是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大家可以多多的冲一波。虽然现在有点就是对，反正就是要争取嘛，就是尽力而为，尽力尽力。好的，那对，还请大家就是多多帮忙，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活动哦？
是什么？我忘记几点了。但是，对，最近11号有一个直播吗？对，有个虾皮的直播，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公告。我忘记几点了，对不起。然后还有下个月的，对，周日的虾皮，但是我忘记几点了，对，好像是晚上，嗯。然后还有今年12月最后一场公演会在12月17号，哦，晚上7点，对，晚上7点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虾皮。对，12月17号是我们 Sakura 的 reset 公演，然后还请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来见见我们。对，会有开心的惊喜，各位会有开心的惊喜。对，不来会有点小可惜，就是来了会很开心。对，好吗？大家那就先这样喽。谢谢你们来看我的直播，拜拜！谢谢你们，工作加油，开会加油，上课加油，拜拜！